好的呀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俗语在讲，惹行惹好，不通惹到车查某。假使讲厝内太太脾气不好，先生甲囡仔都爱受苦。阮今仔日的主角王素慧师姐，过去就是安尼。较早师姐对师兄真要求，感觉师兄册读无悬，钱嘛趁少，因为安尼常常甲师兄冤家，翁仔某的感情嘛受到真大的影响。因敢会当牵手过一生嘞？咱就赶紧来看刷落来故事。因为咱有这所在吼，你也除非讲下雨天啦，啊无你也好天，这所在哎，日光浴足好啊，因为咱衫嘛上爱晒啊，吼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尽量把衫吼拢家晒晒的安尼，比较吼杀菌嘛。今天有啊，今天伊无冰，伊有冰正冻，伊有冰袋冻啊。啊，像伊这都无打冰袋冻。哦，你拢爱冰反面。对啊，反面你唔正袂。反面可袂褪色，啊，正面你也褪色啊。你也想，这是个还可，不过你也想花，想种花，你也要变过来吼，你也会黏伊得褪色啊。啊，是咪这啊大，这啊大用啊？你就是爱揢这大枝的，较大枝的种起来是不是较撑得起哩？是咪较袂黑？啊，因拢较轻快的，特别加用过，啊，我拢会较轻摸啊，系啦，系啊，较紧啊，还是想讲用这有空有这肉个，这么呢，你要一扛了，伊是毋是会冻掉的？就是安尼，吼，你啊安尼，当时这有肉嘛，啊，你即卖这个是毋是得较会甲冻掉袂？安尼老安尼紧，安尼这是毋是较会冷？啊，你也有做这？唔够咸啦，免得遐个啦，我得。你拍爱打的收了爱用就好啊，简单生活啊，无安尼日子过得着较轻松哦。啊，毋是啊，古某个性的人伊个哦，较洁癖啊，着较一板一眼，吼，过迄落做生活的迄款心态吼，伊着较精啦，对不对？迄较精的人，伊就自然而然吼，就较有压力啦。啊，有压力吼，迄生活吼起来着较紧张。以前不是嘛咧？以前拢会震惊。啊，当然，啊，夫妻拢是安尼啦，因为吼，免哪讲啊，就是讲，逐工拢做伙嘛是拢较会摩擦，因为咱嘴甲舌头拢较会啊，拢较会啊，拢只是讲啊战争吼，拢会较久啦。啊，即摆因为咱入去坐了后，第一就是讲，咱有出去安尼看嘛吼，你会感觉很知足啦，啊，会感觉讲吼啊，较袂去。专业的缺点起来看啦，啊，咱人哦，真呢，做伙吼都会专，你挑你的缺点起来看，啊，优点较袂起，因为优点伊，咱会感觉讲伊是理所当然的，伊就是爱对咱好啊，对无？啊，对家庭爱有责任嘛，迄拢是感觉讲迄是足正常的啊，对不对？拢啊对拜，无安怎安怎，对不对？吼，无卫生安怎，就随开始起来挑伊的缺点起来。接来的心里的感觉讲好，逐工的啊！你即马像咱即马进入实际里的，感觉嘴安尼看，感觉讲哎好佳哉，伊要安怎吼，互咱家放胎的感恩啊！
所以我阵做环保拢是伫即个上垃圾的区块内底做。啊，即卖开到了后，我就较无伫这区块，会走去做做卡小工哦，头唔免我来挖起的工作安尼啦。嘿，啊无较早是拢伫这区块。其实在这个区块可以寻到很多宝。人无爱物件，就是伫遮拢会当捡到宝。无诶，你会感觉讲真正用一个物件蛮单调安尼，嘿，这个区块内底。并且呢，遮诶是拢分好啊。啊。他想在台湾，迄阵是上人哦，伊咧迄阵幸福人生讲座哦，按落来，嘿，大家就可以做迄个指挥交通啊，啊，参与实际的一寡活动哦，啊，慢慢的深入啊。但是我是过程哦，是迄个培训哦，过来改啦。因为哦，迄阵啊哦，迄无较无时间啊，就嘛较爱趁钱，啊，囡仔较细汉，啊，拢在上班较济啊。他说要培训第四次吼，他受证了。我培训非常难的啊，啊慢慢，啊你有你累积久了哦，你就对这个奇迹的路吼，你也感觉到生命非常的有意义。啊，你有意义的时候，那咱在走的也愈投入嘛。所以抵制心脏跟环保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休息一段时间一定要再出来，不艰苦是时刻，因为吼，你有当时出来吃吼，你甲看人遐菩萨、遐环保菩萨，人因拢足济回来，因嘛是拢逐工来呢。啊，咱搁算无逐工来呢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虽然安尼，咱嘛是做当休息就好啊。嘿，嘛是爱搁出来做啊。初初时也感觉讲哦，啊，身体有坎坷啊，无啊，搁在继续在做这样东西。但是，像你甲咱讲哦，咱要把握生命的使用权呢。你有使用价值的时候，你无要出来做。啊，你等下讲哦，啊，无使用权啊，你当要做的时候已经上班啊。我咱来甲伊想，就是讲哦啊，伊要搁有法当来叮当，爱当出去做，伊嘛会当转移讲诶，伊的病苦啊。哦，你无咧做，你当厝里无做出来，啊没有出来奉献的话，啊你拢带出去，啊你也像啊就钻入牛角尖呐。他说我伊就讲啊，来互伊出来，伊做啊出来，伊看见了就付出的过程当中。只要他快乐，他感觉到说，哎呀，这个付出是有意义的，那么对他的生命、对他的病情也是会有帮助的。哎，就遐因把咱遐抓来，啊，你看遐客气，遐客气，你后面遐买呢？对，当兵。上坡还要可以运动啊，因为你的那个肺活量会增加。如果不骑上坡的话，你永远没有感觉到是你能不能够爬上来啊，对不对？登坡就好像人生啊，高低潮一样啊，要经得起考验磨练啊。就亲像上人讲哦，爱做剃足啊，忙做草莓啊。剃足啊，唔难磨啊，难操啊。你要做环保吼，哎，咱的心得吼，满满啊，就欢喜。来。我煮很快很快。煮麦一只就好啊，就是一家人。我们实际就是讲一家人，实际是天下第一家。行到底拢有干。你若陌生人，你来干好伊啊嘞？太简单。伊拢，伊吼，阮伫遐本来是要转啊，啊，迄个医生啊讲上好明仔载再做检查，啊，等下要去做大，等下要大。
时间。小姐，这是你的阳台哦。这是我阳台对啊，啊，因为我买窗，我就甲刷出来。我想后个窗啊。甲厨房刷出来。对啊，其实我嘛无啥物厨房，个即个快速炉本来是甲输台啊烧去啊，火烧烧起了，我就买一个这，啊，煮足紧嘛，对哇，很快。啊，会烧啊？迄阵我咧做生意啊，啊，特别急切讲顶悬咧煮啊，我咧卤东西，啊卤解了，我就唔知影，因为迄阵我生意做好，我楼下没有化妆室嘛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爬起来过几楼，人搁叫落去啊，啊，过去就规个包拢无起来化妆室，啊，所以咧卤用啊卤者唔知影，迄是拄好迄阵隔壁人阿公走了楼卡阿公，咦，恁个粉足济，我讲我若买煮啥个粉，搁来讲第二间我来起来啊。啊，烧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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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规个人要烧起来。其实你若简单过生活，你的迄款迄落这个欲望就会降低啊。啊，你若用欲望降低哦，烦恼你就会减少啊。咱人拢就是因为欲望上过大哦，啊，就想讲眼前骑马我骑驴啊，你爱回头一看，还有推车汉啊。啊！你讲，按如者如何，以前一定是对钱做保守，而且即回我都。就是所产农，就感觉讲，就书顶讲啊，有即块，还根本要趁到来斗汁啊，有汁一定要搁加一零啦。迄定啊，一定就是要予咱嘞，讲较歹听的是数字的增长尔。较早咱是安尼啊，啊对钱哦拢较抠啊，较唔甘惜。较唔甘，只是讲唔甘晓得是讲，小卡袂自然而然讲要去大金额去来布施。你若想基本的几百块啊、几千块还是还可以。你讲哦，想你若看想我要捐一百万，我嘛考虑足侪当嘞。我甲今年我想讲吼，真正伫恁经典内底，互咱安尼知影，咱还阁唔写是要安怎？所以甲今年我呾呾写出来嘞。啊，其实吼是即届做经账，我改变上侪，真正改变上侪。啊不，其实说要改也不是那么容易啦。你若要家己，师父常强调讲法入心，你也是经典内底亲身去甲看去啊背。因为你若做经藏，你爱背嘛，啊背你伫八十天中内底，拢会用用刻印点内底。啊你当你要想要做什么时候，你会想着讲啊，其实人生是啥物拢唔是啊。师父常咧讲无，伊即阵讲啊，我们都是无常，你要把它当作有常。哦，即句话我拢听我。低调啊！我感觉讲，等下你要受气，还是你要去做一个错误的，像你讲像洁癖迄种脾气，还是感觉讲啊较固吗？我也想着我讲，啊，其实实在唔免要求干呢，啥物都唔是啦，迄是咱的问题，咱本身的问题，我得阁想退得转来，所以我有感触讲，即间入心藏我改变各方面拢改变足济。哎存一百公一张尔就对，有无？迄阵，迄阵十外岁啊？迄阵应该是，应该嘛几岁袂记起来呢？迄阵拢头毛也侪，拢留拢一直的呢。老很清秀呢。嗯。哦，在。好，哎，有你有看到这张？是的，啊，你今日请律师。要来做交通预警。你们拿做验尸工诶？哎呀，对啊，警察局诶嘛有啊，啊一交啊，较早一消无做啊，一消因为迄阵身体无爽快，我退掉，啊无做真有意义呢。
啊，你就当作无闲咧趁钱啊？嘿啊，啊，我就讲半一日啊时间，就莫去佚佗啊，啊是莫看电视啊。啊，因为伊咧想，伊这拢徛两点钟尔，伊这去徛两个小时尔。较查甫型的人就较袂体贴啊，因为较刚性。我是 O 型啊，阮孙仔是 A 型。其实嘛，毋是欺负较济啦，只是人修养较好啦，茫敢讲伊。他修养比较好啦，我修养较歹啦。我迄个习气比较重啦。现在说的说吼，凡夫过会重，就是安尼。我就是相当啊。这部分男生女生不重要啦，主要你啊哪有迄、那个，第一个你拄只讲讲爱有迄心啦，啊嘛你个胆，然后你着出来盘，加盘啦，重点是爱加盘啦，所以当做重点嘛呢？对，那安尼算会使啊啦，伫阮队还是袂歹啊，因为伊是阮队唯一个女生啊。了一点仔时间，唔过像伊这啊，这迄阵我特别来坐，迄车你啊看，你啊，迄下班时间拢足乱的。啊，足乱，迄阵我看到迄条单，要用要开始招募人时，我就走来报。啊，阮先生讲，你做遐济项要搁报遐啊？我讲，啊，不过伊这是属于一段时间尔疏散迄个车辆吼，我较袂对咱这个交通的堵塞啊。啊，你啊堵塞堵塞，你也搁较不安全啊。较早的想法就是讲哦，你有敢那有爱情，你还没有面包哦，那是袂当持久的啦。你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大行拢爱情呀。啊，迄阵啊，咱咧食头路，迄个收入会少啊，啊，咱就爱创造迄个经济来源，就爱去开源啊。开源啊，你敢那要节流嘛，无效，你去开源唔只有效啊。所以我下个在咧上班的时阵哦，啊，拢会过去拜夜市啊。嘿，上班了啊，去摆夜市啊，摆夜市啊吼，嘛会迄落就增加咱的收入嘛。啊，咱伫整个生命中，咱有咧奋斗，有咧拍拼，要家庭会当稳定吼，他也看在眼里啦。啊，所以吼，虽然伊的攻击性较嘿，伊较不满意啊，伊讲啊，那像讲啊，伫迄落就经济上吼，无法度人互伊安尼足大的保障的时阵吼，伊就较爱看到咱有咧努力咧向上。我搁在咱拢有在迄款迄落做进修，互咱家己会当提升咱的迄落做视野交想法，开阔咱的迄落做眼界空间吼。啊，慢慢伊嘛会看到讲，他在我们有在成长。哦，迄阵那个订婚呢？迄阵哦，我那订婚因为无爱相亲哦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就穿足歹，我上歹衫，因为我无爱相亲啊。我讲啊，凊彩家敷衍了，所以看了，地水旁的吼，我就对后边门就走啊。我无停下来跟底下讲话呢，因为都无爱啊。嘿，一段时间过了吼，啊，就彼此会当去调整啊。其实吼，人哪讲啊，你啊。我感觉讲，就是大家住宅的观念差上多啦，真的，就拢袂去讲去讲想较无好的，就感觉讲啊，就是迄个人生就是安尼嘛，就是翁仔某的前世啊，甲即世行完啊就好啊。所以，阮两个袂讲，你后世敢要搁重来，我拢甲讲 no， 无爱。那讲即世甲行完就好啊，后世就是无啊，安尼。我有那呢，阵看这相片，有那帅哥，帅哥有那无外歹呢。
所以以前较无自信吼。嘿，以前较无自信，即摆甲看起，佫有哪无改歹？无，迄阵太有哪太哪足讨厌，因为我是生阮老大吼，阮老大有胎记嘛。啊，我吼，我生伊的当时，我总内带伊呢，因为吼没有甘愿。生了哦，迄阵无学，未学好，那讲是安怎我甲生安尼，啊是安怎伊才要我生，嘿，啊所以伊的童年拢无过，因为我的解恨哦，用鼻音呐，啊所以诶，迄个生囝过程吼，拢未讲作顺安尼，啊所以个对伊个都无讲解好伊，我会解，我家己哦，人我讲家己的业无爱去承担，我提乎伊啊，我感觉讲。伊若卖甲我抓，苏姐因为做苏姐，学会晓放下身段，身色嘛变柔和。特别是破病的时阵，才发现苏兄对家己的用心甲关怀，互伊忏悔佮感动，所以决定要改变家己的习气，好好啊来珍惜阿公阿婆的恩惠。即卖阿公阿婆共同的心愿，就是斗阵做苏姐，互相陪伴过一生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有啊，妈妈的脾气，这啊、还没加入慈济之前，跟入金藏之前，都是脾气比较会暴躁一点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啊之后有经过入金藏，经过上人的法语滋润下，有比较那个有比较进步，嘿，进步。好，就变得这样。蛮祥和，对，蛮家庭和乐和谐的这样子。啊，就找就找啊！啊，伊的我拢甲讲，你就是跟着我有缘，你唔奈甲我做囝，做无啊囝呢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就是爱承受落去啊，爱承受啊啦。有啦，我对伊真正改变足济啊，较早就真正，即卖袂啊，踏入慈济了就拢袂啊。你好，开门一下。我们在这边也是这护持这个《金藏演义》的一个部分啊，也是感到非常的有意义啊。大家你看都做得欢喜充满哦，没有说因为没有看到那个演义哦，啊会感到有失落了。像我们都有录影嘛，我们回去才看电视啊，哦还是一样非常的庄严呐。只要我们内心欢喜充满就好了啦。好、哦。